Oh my goodness！ 在世界各地，经常都可以见到人们爱挑战大胃王。在美国，很多州正流行大胃王越南河粉大赛。看这三个大男生一边低头猛吸，一边加酱料。半个小时过去，碗比脸大的河粉看起来好像都没减少。位于旧金山这家河粉专卖店可说是大胃王挑战元祖，而且还受欢迎到开了多家分店。两磅河粉加上两磅牛肉组成的超大牛肉河粉，一碗挑战价折合台币约660元。成功者除了可以登上店内荣誉榜，还能将面碗带回家做纪念。在泰国清迈这家小店，它的超大馄饨面远近驰名，连不少外国游客都慕名前往。这么大一盘，足够20人吃都没问题，折合台币大约900块，经常有大胃王去挑战。而台湾的北投也有着巨无霸石井海鲜面，热卖快10年，始终受欢迎，甚至红到对岸去。它用料可不马虎，海陆食材都囊括在内，10个人都吃不完。麻辣锅面。镜头转到大陆，当地的大胃王比赛更是完全跳脱了平常吃法。有男子豪气的挑战巨无霸卡车泡面，整车满满的麻辣汤面，只见他一手夹一手抓，将面往嘴里猛塞，光看他吃都觉得饱。看这些人大吃，有的人倒胃，但也有人说可以释放生活里的大小压力。俗话说能吃就是福，面对美食当前食指大动，但还是要注意别让自己过撑或伤害了身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